大家好，好久不见，看到你们我非常的高兴，大家辛苦了，所有的事情我都了解，只要无私无我，真心付出，默默之中我会护佑着你们，只要你想起我，我就在你心中，需要帮助时我就在你身边，我会永远带着你们，大家可不要忘记我们的使命。Thank you.